这儿。好样的，琉璃，这么快打开保险箱，你是怎么找到密码的？墙上的钟有问题，正常的6:30分针跟时针是分开的，现在重合着，明显是被人动过。今天是1925年11月8号下午6:30，密码是随着钟的时间每分钟都在改变的。他们太狡猾了，不过幸好我家琉璃聪明，没有能难倒他的事儿。谁是你家的？口误，口误。哎，董恒怎么会想到给你送项链的？他想干嘛？我哪知道。不过琉璃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他要是请你吃午饭可以，我允许，要是吃晚饭的话你可千万别去啊，十分危险。嗯，是不是最好就带你一起去就十分安全啦？那是必须的，趁巧以防万一。他们追来了，坐稳了。
行动开始了，走吧。看什么看？看你像圣洁的女神吗？你现在该看的是方向，要是走错了航道，耽误了任务，你就死定了。我这不是在缓解你紧张的神经吗？你什么时候才能发现我的重要性？你知道吗？我在很多方面都是可以帮到你的。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啊？滚。正经的来了，坐稳了。联系上指挥大厅和秦老了吗？刘大林在一线。老艾，老艾，听见了吗？
喂，德利，德利，恭喜你完成第一阶段任务。是的，等副局长，钥匙已经到手。非常好，我现在就把下一个任务的内容发报给你。二级密电码。好的。秦局，马上发报。是。等任务完成了，把报告交到办公室了。啊，你走好啊。哎，你跟秦朗不在，他就一不留神把自己当局长了。秦朗才不会跟冷剑计较这些呢。组长，这是下个任务内容。而且这个任务是冷剑争取回来的，这个时候不好好表现，他更待何时？他争取来的是什么的意思啊？我们内卫局跟内务调查局的区别就在于，每当遇到危险和破坏，我们主外，他们主内。而这次营救空军少校的任务本该属于他们内务调查局，冷剑却非要争取回来。上官雨珀，这人的名字怎么那么奇怪？谁？上官雨珀？弯弓刺汉月，插羽破天骄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的霸气。如果不看你的脸和身材，也会觉得艾奇珍这个名字很霸气啊。不带这么侮辱人的哈。本日通话结束。秦朗在线上吗？二线。接通。你那里怎么样？我很好，我正带他们绕呢。你自己当心啊。你这么关心我，我好开心呢。还有多久到达目标位置？10分钟。今天的任务没有回头路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全力以赴。是。Thank you.
上官雨珀。巴黎和会你还记得吗？永远都忘不了。验明身份，救人。你吃了不少的苦，你应该说欢迎上官少校回来。就是死路一条，我们往后撤，上山。根据地图显示，监狱后山是逃生禁地，我们不能冒这个险。与其冒全军覆没的风险，倒不如冒险上山试一试。高进，通知机组，行动计划改变。